我一个月大概爬了3-4座百岳，就是回程的时候就是下了暴风雨，然后我刚好穿的 GoTex 就是会漏水，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淋雨淋了大概3-4个小时，我整个脚都麻掉，然后手也麻，然后嘴唇也麻掉。这位他有最香外拍运动员之称啊，最香，对，最香，而且他有天使的脸孔，哎呦，魔鬼的身材，哎呦，而且他有一个封号，一定会吸引你。登山界的林志玲，哎呦哎呦，那一定要留下来看的，一定要一定。而且他有登过百岳，啊，登百岳，登百岳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看到他的笑容，你就算在外面哦运动精疲力尽，你还是会撑下去。啊，这么厉害，这么有吸引力，一定要给他看一下。一起来欢迎陆昱蜥，欢迎。哇哦，还拿滑板，哇哦，哇哇哦，哇哇哇。哎呀，漂亮姐姐，您这是百姓感，你知道这卑南国是国中生，受得了吗？很辛苦哎，哎呀，对不对 ？Say hello, say hello, 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ucy 陆昱蜥。哦，陆昱蜥，陆昱蜥。哦，参加这个野外运动，你是做什么运动？平常是登山为主，然后也有参加越野跑啊。哦哟。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喜欢户外活动，就跑去。瀑布垂降啊，还有什么溯溪啊，还有最近还学了潜水。哦，你看这，哎呦哇，这个很漂亮，水中蛟龙哎，也有。为是有什么样一个这个起心动念？为什么会去从事这些户外活动？就那时候心情很不好，然后为什么心情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有一部分是情伤啦。情伤，哎呦，那真的要出去走一走啊。感情伤人是最重的，对呀，对呀。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喜欢上户外活动，这样。哦，这个男的。跟你之间就有一点感情上的角度哦，也还好哎，就是有点要扎不扎的那一种。什么叫要扎不扎？就是好像也没有一个到一个临界点的那一种扎，就是觉得哎，好像还可以再努力，然后努力了很久，又觉得啊，还是放弃好了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为了离开上一段的感情。4年的时间，洗的擦下，4年了，没有没有，其实也没那么久了，对呀。你的人生怎么这么模棱两可？哦，要扎不扎？因为哦，有一段时间我本来就喜欢爬山，然后后来又遇到这件事情以后，又更爱爬，就是爬得更夸张。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月大概爬了3-4座百岳，就是非常的密集。在你印象中，有没有哪一座最难爬？我觉得算挑战度很高，所以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膝盖积水都还没好啊。哪一个？丹公北大武山，然后因为它的爬升非常高，大概2000多，哎呦，对，就等于5座101的高度，对，然后大概全程大概22公里左右。山上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，可是又很迷人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到了那边感觉你与世无争，嗯，也就是跟那个山林搏斗嘛，没什么好计较的，对，而且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。站到那个高山上面，有没有那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也遇到巴蒂，遇过那种生命垂危的状态。有啊，就是像有一次去爬合欢西北峰，然后那一段路其实还好，算是百岳的入门。那但是呢，回程的时候就是下了暴风雨，然后我刚好穿的 GoTex 就是会漏水，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淋雨淋了大概3-4个小时以后，会失温的，会失温，最忌讳这个哎，因为那时候整个脚都麻掉，然后手也麻，然后嘴唇也麻掉，对，然后后来终于到快要到登山口，真的哭出来了，对，然后大家就相拥而泣这样，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是要生萤火了啦，可我们没有那些装备，因为我们是单弓而已，对啊，单弓。单弓就是当天来回一座百岳，哇，太辛苦了，哎，你这是很挑战极限呢，超级累。啊，你还在山上拍了一堆美照，这是怎么样？其实没有啦，我大部分都很丑的丑照。但是呢，有一次我就想说啊，因为我是本身是外胎模特兒嘛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我就是想要引诱就是摄影师来帮我拍照，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外拍活动，吸引大家来拍。然后那一天本来大家都很兴高采烈这样子走走走，然后突然都已经快要到了最后面喽，我就看到一个摄影师就脸很臭，就说
Lucy， 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要回去。然后他连报名费就是都直接给我，然后就直接走了，因为太累了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哦，他很难想象，一般人无法承受，还是受得了？就是太累，然后这就是我平常的样子，就是都很邋遢的样子。哦，不容易耶，一个型漂亮的 model。来，你们觉得车应该排到第几名？辛苦又漂亮的姐姐。他们，我自己认为哦，应该是。第二吧，哦，第二，第二，为什么？浩群一直有话要说，那手一直在抓他大腿，为什么？好像有暗示我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干嘛摸他？人家说，正阳应该表现今天非常应该会很好，所以他认为正阳应该要做第一个。哦，正阳，正阳还是一啦，那你们还是第一嘛？那仁杰怎么要下去？哎，功能嘟嘟来决定好了。就你啊！你们两个要猜拳，两位，你把我们三个人当什么？你来决定就好。其他队员能不能把培安抓走？我们来决定，我们来决定。好了，你觉得？你觉得？因为我觉得你漂亮女生，然后又愿意这样登百岳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不不，但是没有比赛竞赛的感觉。有，我有参加过越野跑比赛。哦，越野跑。对。得第几名？得第六次。没有名次，先做第六，好不好？对。哎。因为他们都是有拿过名次，对，有拿过名次，对，有拿过名次。啊哇！这边也要。太阳光了，太花这个哇塞！哎呦，哦哦哎哎，哎呦，哦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转，转一圈转一圈，这是外国人吧？哇，这个欧美的欧美，哇哇，哎哇，哎胖哥胖哥，你不要推我哦，哎不要不要推人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真的下流呀！做人不可以这样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能，没事了，大哥，不要碰榻榻米。吓我一跳。哦，海西是模特。对。模特。模特。那帮我们走个台步吧。好。好吧，来 music。麦克风，麦克。哎呦，哇，好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哎。哎，她身材好 ，Oh my god！ 哦，好女人，很会，很会，嗯，好女人，全身散发出自信。真的，她讲对了。对啊，这种臀，这大概就是巴西才有。你是不是中南美洲混血儿吗？我不是哎，可是我很常被人家认为是混血。对你那个臀不是混血，怎么可能？你的臀跟你的那个轮廓，脸的轮廓，就是会让人家觉得。你是怎么把臀型弄那么好？我没有特别觉得我的臀很厉害，然后是一直到公司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接一些泳装秀或是内衣秀。然后就会有一些现在的布料都比较少，就是做那种丁字型的。Oh my god！ 对，所以就是公司都封我为巴西翘臀，觉得哎啊，我臀好像蛮厉害的。而且那种丁字的，如果你没有臀哦，对，穿起来就拍垮。对，你知道一定要有臀型，非常适合。你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？我因为被封了这个封号以后，有就是才开始练，有努力练了一下，就把它维持。加强，加强。哇塞！哎，这太阳光了，太花这个哇，太会，哇，它的臀线哇，太，哦，哇，哦，